亦都有呢個嘅婚紗嘅服飾嘅喎。哇，都真的是非常的華麗漂亮。那第一套服裝呢，就是晚裝啊，每一位嘉賓呢會著着長的晚禮服出來跟大家見面。那我們第二個部分呢，就是婚紗了，每一位嘉賓呢會穿着潔白的婚紗出來跟大家見面。好啦，咁啊事不宜遲啦，相信咧各位已經急不及待啦，我哋馬上咧就請出咧我哋第一組嘅服裝出嚟。咁啊，首先出場嘅家人咧就係咧有兩位一齊出嚟嘅喎，係咪 Kitty？ 沒錯，我們第一組嘅家人呢，就是有一號嘅家人以及十號嘅家人。我們首先呢，掌聲有請他們出場。俾掌聲兩位。可以说是我们嘉丽当中的语言